看看，这是2个小时的雨过，几十条啊！今天真的是狂拉，太爽了。昨天在这里钓的还可以，今天又来了。位置今天还是用2米7竿钓。这地方水深有1米多一点吧。今天还是用2+1的线组，6号锈钩。然后今天的饵钓，主要就是用蚯蚓钓。中鱼，哎，这个可以呀、啊，这个真挺大，我去，这条鱼漂亮啊！中鱼，哎，这个挺大呀、啊。哇塞，这个大，中鱼了！这甩完纸的鲫鱼就是瘦了。上货，哎呦，这个可以啊！这鲫鱼就漂亮了，中鱼了，这漂送的，哎呀，完蛋了，又挂上了。这都没跑啊，中鱼，哎，这条不错呀，看看，哇，这个大，哇，这个大不大？太漂亮了。中鱼！哎呀，进水草了！哇，这个大！哇，这个可大了！哇，漂亮漂亮！哇塞！看看兄弟们，这漂亮吧？最后一条了，不钓了，因为这个蚊子太多了，我实在是受不了了。现在是6:30，钓了2个小时。咱们看一下鱼货吧，然后就收杆回去了。看看，这是2个小时的鱼货，几十条啊！今天真的是狂拉，太爽了。兄弟们，这些鱼我就放了啊，然后咱们下期见吧。